家好，欢迎来到稻香风情馆。那这里的是由我们的公粮谷仓改制而成的，那等一下就带大家一起进去参观吧。那首先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谷仓里面呢，这个稻香风情馆有非常多的米粮跟稻谷。那首先呢，这里介绍一片过去呢，都是各式各样的大包的米。那再来呢，这边呢还有我们家用的小包米。这里呢还有符合我们更多小家庭需要用的米哦，包括呢我们最近推出的生态米，还有我们的生态香米，这些都是我们小家庭的最好选择哦。我们所有的后面的商品呢，网罗了我们全台湾各式各样的在地优质好产品。这里呢有我们全台湾所有农会的优质在地产品，那包括呢有我们的大甲农会，然后再来有我们的公馆农会，还有一系列我们嘉里农会、我们台东农会，让你在草屯农会就可以买到我们全台湾所有的优质产品哦。这个商品，那这是我们最近网红推荐的玄米葵瓜子，然后文青瓜子系列。那这个瓜子呢，我们现在在台湾卖得非常好哦，可以在我们的成品超市，然后各大的通路都可以买到哦。那我们这个瓜子一系列呢，都还有不同口味，欢迎大家来选购哦。那这里呢，绝对可以让大家找到最优质的农产品。那期待大家相见，拜拜。